的目标呢，是我们要从这里 teleport 到这里，然后 toggle 这个 switch，还有 collect 这个 jam。所以我得先到这个 switch 这里来 toggle 这个 switch。所以我往前走3步，一、二、三，3步，然后往左转。然后我往左转了以后，它就会面对着这个 switch，我就可以让它 move forward 到这个 switch 上面了。到这 switch 上面以后呢，我得 toggle switch。这 teleport 是干什么的呢？teleport 就是把你从这里弄到这里，所以你如果踩到这里的话，它会把你移到这里。如果你踩到这里的话，那它会把你转移到这里。所以我在 move forward 的时候，我就到这个 teleport 这里了，它就会把我送到这里。因为刚刚我是面对着这里，所以我 teleport 完以后还是面对着这里。我面对着这里的时候，我必须得 move forward。然后你看，我被挡住了。我就得往左转，所以 turn left，然后它就会面对着这里。然后呢，我需要让它到这个 jam 下面，所以我需要让它往前走2步，所以 move forward，我摁2次，然后到这个 jam 下面的时候，我 collect jam。我 run my code，他 toggle 这个 switch 了。你看，他在这 teleport，他会到这里，因为刚刚面对着这里，所以现在也会面对着这里。好了，这次的。这次我们已经达到目标了，再见。